大哥放我吧，我明天就还钱。大哥不要这样子，大哥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哎，拍过来拍过来，不要录像了，哎哎哎哎哎，亲爱的，我们分手吧。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没事，我室友胖妞儿去。带我也得了，不带媳妇那干啥？哎！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。哎，这不小芳吗？哪三哥呀？最近过来了吗？哎呀，包大工程一天好几万，你呢？我呀，啊、我哎，你这给我要饭呢？来，我给你十块钱来。我的妈，一百！来，我给你200，五百，好好换，学着点儿。操！爸，起来。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，我们不一样。
兄弟们，今天大变活人啊，大变活人，一啊，哎呦，关什么门呀、啊？哎呦，这孩子，哎呦，开门。你脸还没修完？这怎你这猫眼儿？你这，不是这样，你那怎么逼没逼呢？逼了，我逼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呀妈呀，鹏，你别修了，太吓人了。你也找个人得了，这死人了。你们给我上面去，去！你讲的太牛了，会过来会呢。媳妇儿，平板没电了，充上电。咋了？漏电呀、啊！没事，你再试一下。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我刚买的还没吃呢，你给我扔了，几个意思，哥们儿？啊？手机呢？啊，我赢了，再来一个。今天我和我爸用电音整一下我老妈。
出发。妈，这有电。怎么会呢？你试试。天天弄都没电。哎呦，我去，怎么会？